大学，大学，你可以先考大学。大学完了，大学。大学这边我们的四到五年，四到五年。大学要毕业出来的话，可以找工作，然后一边工作可以一边在读书，啊，我读这个高学，高学差不多2年。 大学毕业过后呢，我们就再有像那个研究。医学读几年？啊，医科。医科，医科在这边是7年。一样啊，牙科呢？我们这边有2种啊，两个学校要读到7年的。第一就是啊，医科，第二就是音乐。音乐，音乐的话。